换了伊，伊怪伊无钱，甲无伊。对，这个万岁有清醒气。对，我来讲，我来讲，你讲啊，咱万寿中万代天家，希望万岁爷对世人间三宝一跪，五宝一拜，七宝一搭。哎呦！啪啪啪啪啪，跨甲海关，跨甲海关，跨甲中原啊！为白虎山拍甲海关，为白虎山啊，拍甲海关。对啦，你才往里来啦。哦吼！原来的我有如此要求，对对对，当然寡人爱慕英才，需要达成伊的愿望。对嘿，四顶山听你的，你听，日头插青秧，三宝一跪，五宝一拜，七宝一赞，对白虎山，打到当官，要谢寒的我。好笑啊！什么人知我四条山？李敬宁叫我屈服于韩氏的话，叫伊中央占领。但这个东洋，若是去到吉兰干关，路途是危险，后面有可能三步一跪，四步一拜，五步一搭，七步一跪。去到兰干关，如果若是路路沉沉，人人知影我什么款人。他无识我的体面，我做袂到。哈！一位国民主，保国国家大事，为着你的私心，为着你的体面，你不愿失言，是欺国罔上之罪。为国不忠，为国不忠，应该就要死。所以说，你嘛唔通安尼，这个站站了真好声，听无人讲好话，这个站站了拄啊好。哎呀，天山啊啦，唔是讲我这个八公啊吼，讲哦食老二老公哦爱讲啦。你即马迄十件宝贝，拢去互你迄个师傅收倒转去呢，啊，搁再讲嘛，啊，你今日一无宝贝，啊，迄功夫都功力减一半去啊，要安怎精神？啊，搁再讲。恁老爸在世的时阵，我去用迄个番梨花咧。啊，讲哦，你嘛讲哦，会当讲哦，请个番梨花帮助你净身。安尼讲起来嘛，互我都哦对恁老爸有交代。莫讲哦，三步一跪，五步一跪拜。嘿哦，嘛是换作我哦，我著甘愿讲哦，一步一跪，一步一拜。安尼我嘛要拜到下
含光光哦，去车含的。拜拜，遐皮甲拢穿起。拜拜，遐皮甲拢穿起。有个人拜人毋是我安尼，安尼一半穿。哦，啊，老你去看卖咧。那你老伙仔人除了到在你半步，你就爬袂起来。我甲你讲啦，听爸讲啊，老翁老啊，搁真熬步拖刀咧。伊搁真熬规身熬拜咧啦，甲拜结咧啦。哦，你好厉害。爸讲这个工业性，电视新闻报过书，将我收回。调查员工是我上司，那无你喊是哩，我先甲阮大下说起来。根本西啊，聊都无可能太平。我为吞下拢困，我靠你大爷！只要是照皇上所说进言，我答应。